是根部的这种啊，就造就了啊，它这种结浆玻璃的光泽很密实，很密实。啊，口出没问题，可以的。对，这种不用一口一口的加。所以这种我就感觉像，就是说，因为天然的样子，其实这基本上保留了这个奇楠的原来的样子，对吧？其实就是说，每个人看到的不一样啊，这才能就是称之为百神翔矣之含玉啊，就是你看是什么形态，就是什么形态。我觉得这就是一个。十分的安静的，然后一尊呢侧身啊，这个眼睛微闭的菩萨像，所以才取名这种千年的回眸。一口一万，加1万块钱才一克，才加100多块钱，现在一口3000啊，一口3000啊，对啊，是 一口啊，3000还不到100呢。是啊，才几十，加一口才一克，再加几十块钱，对呀，这种单克价绝对不可能低于5000。大家放心，你去买，我刘老师、李老师他们去买，他们去收，我觉得都不可能低于7000、6000这样子，因为它是沉水的呀。这个在海南收肯定就是，即便手里有老料的，也不可能低，真的是这样子啊。你像这样的话，就是，我们不按高了算，你4000左右，对吧？还得20多万呢。所以其实，哎呀，把克重打上啊，就是把克重打上，一直在打。一直在，因为就是这一场就是选的，不管摆件呐，然后原料啊，我们的重量都很重的啊，都很重。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呢去尝一尝克重。因为其实有对比嘛，有对比，其实有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参照，对吧？那么这一件山字摆件摆在你的这个书房，多美啊！11克报价7500，11克报价7500，这个请相信啊，绝对不是李阁主瞎说，这都是这个海南的那边的报价。7500，5735万，所以就是，而且我们还是有损耗的，因为还是做了清刀工啊，就是还是去掉了一部分的重量。加油，加油，大家，总之加油，因为现在太低了。54.3克呀，朋友，现在才9万块钱。现在价格的确是成本之下啊，我们真心是收不到。其实李阁主没在旁边啊，在的话，其实呢，就是可以把香农发过来的微信看一看啊，什么样的香，多重，然后呢，报价多少钱啊，这样的话大家就有比较，因为现在收香现在是两端两头都很为难，收呢不好收。出呢不好出，哎，就是这样。54克的重量，现在才96，我的现天！在合到除以五十四，9万的时候是那个1666，现在估计2000。对，我得适当的转发一下微信圈了，不知道还管不管用。我发了。啊，你发是你的，我得发一下我的。超重器陆续登场。要不行就写个无敌大牌，无敌大牌，哎呀，加油吧！就是真的，现在是成本还很多啊，还很多，成本之下还很多。真的是成本之下还很多。大家加油！哎呀，现在真的是一块好香。对，这是李阁主非得要改的吧？我记得是原来好像我是加价每首是5000吧，好像是非得要改到3000啊。当然各有考虑了，你都出价32次了，你看就说明这个
没手太低了，因为它重嘛，54克嘛，54克就是大一点点的出，这场没改过，不可能改过。你可以看一下你的那个跟我的聊天记录，这个是改过的。我今天，在看的时候又就是还看了呢，改过啊，改过。出价34次啊，也是很感谢大家。但是的确，因为每手加价也不高嘛，啊，所以呢，加上它的价格真的也很低，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的啊支持，多多的加油。嗯，这一件其实很有气势的啊，这一件很有气势的。哎，这个其实摆在您的书房，这要是累了、疲惫了，闻一闻，自己独处的时候跟他，对吧？交流交流。像这种的原材，就是像这种的好处是什么呢？您还可以随时销在一个地方品香，还可以刮来刮下来吃，这个也不耽误啊，也不耽误，啥都不耽误。你也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形状去削。嗯，对。当然了，不耽误，就希望你在某一个地方刮啊，就看找合适的一个点。谢谢出价的朋友们啊，谢谢出价的朋友们，7319-5225，还有刚才的1857啊，所以再八五买。八八，对，刚才出价的朋友们，感谢。现在价格可能合到多少一克了？啊，反正挺低的。对，就是克重比较大啊，风水摆件就是克重比较大，国香奇楠不折不扣。嗯，国香奇楠的好处真的是这样子，你哪怕都刮了沫沫，你都可以喝掉啊。今天我给自己准备的还是这个，还啊，就是也有奇楠加进去，加进去那个红参粉。我在想说话肯定多，就好气啊，开始喝了一口奇楠酒。就是，也是希望调整这个实时的心态啊，调整好。嗯，现在才喝2400克价，啊，真的是。所以大家不用揠苗，也不用这样一口喝得出，大可的出。我闻闻味儿。嗯，加油！我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微距看，看细腻的看感一下。谢7319，感谢5225。39次，40次，我的天！所以这就是出价的那个单手太低了，因差为不多1万一口的应该。对1万一口差不多。因为我算了一下，1万一口才每克的价是100块钱。嗯，因为它太重了。54克，朋友们，各位大佬，各位乡友，各位藏友，54克的大摆件，目前才合2000多嗯，而一且口。是国香的根部的奇楠，嗯，对，沉水的。是，啊，其实有时候我们都是，这种就是等着以后两位阁主征集现有我们的香品，开一场，嗯，这价格收都收不回来，以后征集大家的香品开放。为啥没做小挂件？我刚才说了，不舍得，对。原来长那么大真的不容易。是，啊，而且就是说，真正作为一个风水摆件的话，太小了，肯定做不了。啊，这个现在的形态依然不影响我们的香友去做小挂件，对吧？对，大的总价会高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讲你调这个每手加价幅度调得太少了的话，就是出价就是真的是，啊，已经出了42次了，你就确想，实，嗯。也是感谢，非常感谢大家支对，非持。常感谢大家这个一直的支持啊！你也去可以，就是当然了，出完价之后啊，最后这个落了听，您再去喝水啊，一会儿也得喝点水。多美，多美的质地呀！这种质地不是说是能够做出来的啊，这种质地是它本身得具备这样的品质。它才能有这样的质地，对。
多美呀、啊！可不是，大家可以多出两口啊。嗯，其实不一定就是一手，就是紧着这个一手一手的出啊，真的是，出到自己的一个心理价位就好了。海川总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。现在这个摆件是54克，一个大的风水摆件。是香港的沉水绿青蓝的摆件，目前的客价是2000出点头，像这种最少得4-5千块钱一克，您可以来一口。没有这样喊着人你出口的啊，因为太低了。嗯，欢迎就好了。好，嗯，加油，现在都45次出价了啊，真的是，我们明天要看一下明天拍场，如果要是每手加价太低了还得修改，因为要不然的话就是大家都会一直在等待啊。感谢各位的出价，但是呢因为价格很低啊，这个摆件太大，54克啊，现在也只不过还不到3000应该是，所以真的是对，加油。3000一口嘛，得出到54口才是3000块钱一口。是啊，感谢出价有、啊、落了，哎，恭喜7319，恭喜您，这个价格很合适啊，这么大的根部奇楠，嗯，特别好。